现在已经按开始了，好，我们来测试，顺便测试可以飞多快。然后用10000的电池，然后这个是80阿凡提旧版的，好，旧版的。OK， 盖好哈、哦。然后我们的飞行员小李，有飞机，先不要出。等下有要降落，有要降落了哦。啊！你们在干嘛？没有，闪飞机啊，闪飞机！哦，对不起啊。好，起飞了。爬升比较，哎，要重一点嘛，哈。哎，按你们时间计时。我看我开，他正计时。爆！爆！我白呀，我白呀！全友不要收，吹了，好亮，好，是灵魂。好，来，哦，一样啊，爬得很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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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再来，吹了。哦，这200多，等一下下来就知道速度多到了。可惜我没测到。不会，我甩过了。你只要电池绑好，没问题。漂亮。两分，现在录影是3分。哦 ，VTwo 版的阿凡提要上去变半飞，你要为外求啊！这边边也很难撑哦，很赞哦。是哦，再转再转，再转就下去了。在你后面呢、啊？哦。感觉好像那个，哎，不要飞得太暴力哦，那个电池还要给其他飞机测试哦。有给人家用，对，来，你说，给你接手，来换人，快点，现在要换手了，现在换手了哈，时间长进来可以换手。好，现在成，你看这个两小李，哎，啊，看路道黄，3分半。哎，现在4分半，录影4分半，超飞3分半了，是3分40几。有了，就是动作，成功交接小李，你那个重心你不会觉得差很多，对，一样是爽飞，他只要把时间拉长，就是飞机变得那个这样，哎，他时间把它拉长了。以前我们红高机啊，你们就找人接5分。
你要自己进来了，就要注意了。我是电脑开的，收不完的。你刚刚刚通过，我要闪飞机的感觉。他到时候，哇，神了！哇哦，他一电流大概就100而已。4:30。差不多6分就下来了。现在录影已经快5:50。6分。5:15。没什么影响哈，对不对？你不用担心重心，对不对？而且试了那么多飞机，我飞没差，重心都没差。它浮力，翅膀的浮力把它撑起来。6:30。6:30。5:19。稍微推的多一点点，就一点点比较头一点点重。6:50，6:50降落。7:00。降落也没什么差别。哎，那边落叶飘吗？不会，他不会饿。因为你刚你们打他不会饿。哦，我们这个小帅哥飞的有没有？他爸飞3分钟，然后弟弟飞3分钟。来，我们测一下压差。我们顺便来开奖 TPS 哈，你们猜几公里？我猜215。215。看一下，3.7多嘛，对不对？3.7多嘛，哈。来，我们测试一下哈，结束，然后读取数据，220哎，哦，还有到220，最高就220，它最高220而已。哎，那这样差不多呢，哈，差不多呢，哈。等，哎呦，你看电压3.7675，7675，对，所以大概5:30差不多了，6分，我刚刚6分，6分钟，哎，6分钟，好 ，OK， 测试结束哈。好，拜拜。